今天我们用的食材将会是台湾的红豆那样子。我想要做一个非常简单，然后又很好吃的小点心，适合大人，也非常适合小孩子来一起制作。所以我们总共有的食材呢，有我们台湾的红豆。那请你要就是煮红豆的时候呢，要前一天先浸泡，浸泡之后呢，用水煮大概30分钟，但是你要煮到不要碎掉哦。然后你将会用到的食材有燕麦干的无盐，然后稍微烤过的腰果，还有椰枣，一点点盐来调味。然后另外呢，在这上面嘛，外面会就是有一层脆脆的黄金荞麦，也是我们台湾的产品。所有东西呢放在一个小的铁碗里面，所以燕麦还有我们的腰果，所以我们先把腰果还有燕麦放进食物调理机里面去打成粉，所以有点像是面包粉碎碎，但还是干的哦。因为这个是一个无糖的食谱，所以糖主要会是从我们的椰枣，这是没有加工过的糖，所以其实对身体也很健康。另外它也有很高的纤维那样子，所以对身体也很好，所以我们就全部加进去。那另外呢是我们的主角红豆，所以我会加一些进去，让这个东西黏糊起来。然后另外呢，会有整颗的也加在里面，不会打锅，就变成一个不同的 texture 那样子。Alright， 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东西都是小小块的那样子 ，OK。我们今天的主角是红豆，然后刚刚呢我们有已经打成泥的进去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加整颗的。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手进去螺生球之后呢，我有一个我们台湾的黄金荞麦，所以我把它放进去，因为我想要一个脆的口感在上面，所以我叫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很健康版的金沙。然后另外这个很方便的是，这个做完之后呢，你可以放进冷冻，然后它可以在冷冻维持就是新鲜度是大概一个月那样子，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放在室温让它回温大概10分钟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红豆小点心。